听到声音了。排气管还蛮大声的，很大，就不晓得他在干什么。大家让一下，其实也没有赶那几秒啦。113年5月31日13时12分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部自小客车沿敦富路往北行驶，至敦富七街口处回转，疑似因操作不慎造成车辆失控打滑，冲撞中央分隔岛，造成车头撞损，警方到场了解，所幸现场无人受伤，该名汽车驾驶酒测值为零，详细的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警察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。警方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处时应减速慢行，避免车祸的发生。